好好活着。你用密码换他的命。是。愁城难破，酒当君。杀猪，总共分五步。你们想不想挣钱？想。世道难行，钱做马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你妈必须从他嘴里跳出来。这新盛集团的方根正，他可靠吗？现在我们掌握的这些资料，有可能都是小部分。你去查一查这个陈建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？这要是把警察杀了，完了。杨丽背后一定还有别人。涉案金额大，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，必须尽快的破案。在前面，我还不知道方根正有问题吗？我不知道没有执法权吗？南康怎么突然跟我们合作了？他是为了保护自己。